乡亲啊，好，高炸高炸，好，来，今仔来遮吼，我是曾淼宏曾教授吼，台湾独立党的主席，电机博士，今仔日吼来遮吼，跟咱乡亲交换知识，交换知识呢，来，即马是安尼啦，台湾这套宪法，台湾这套吼，这套吼总统选举的办法吼。吃不好一点，真正哦，要改变总统选举的方式啊，哦，但正哦，曾教授吼来讲一个，予咱大家参考一下啦。过去吼马总统吼，即摆是安尼嘞，咱啊总统是选到以后呢，即四当吼煞素材伊安尼甲咱凝滞呢，甲咱交谈呢，你看卖马英九。第二届选到的总统，吼，迄阵吼，稍微让他吼险胜的情形之下，吼，夭寿啊！隔天马上吼，马上宣布吼，油电双涨啊！这四当都说势在凌敌呢，无救呢。这是这破宪法，这个总统的选举吼，是中国人的啊！啊，中国这套吼。咱台湾人是啥物社会？咱台湾是进步社会咧。咱九十分的，你用三十分的总统选举方法，我甲你讲，讲一套予咱大家参考者。咱来讲一下澳洲啦。澳洲的总统选举是安怎选的？你知影？澳洲是安尼啦。各党的党魁吼，等于讲各党的党主席啦，伊也有自由党嘛、工党嘛，各党的党主席吼，率领吼所有的。参众两院的国会议员哈，在选举上拼搏。宪法规定，你只要哈参众两院国会议员你占多数，那么你的党魁就是总理，就自然变成总理啊。啊，所以讲哈，你这个总理哈，是因为你的国会议员得到多数，所以说哈。你就自然变成党魁啊！但是请注意哦，国会议员哈、哦、有哈、哦，当这个党主席哈、哦、这个总理哈、哦、干得不好，干得跟人民的意见相违背的时候哈、哦，他们的国会议员可以联合起来罢黜党主席，投票，所有的国会议员来投票，我们这一党的党主席来投票，哦，我们这一党的国会议员来投票出来的结果呢？罢免这个党主席，另外选一个党主席出来，因为这个党主席已经背离民意啊，所以讲吼，所有的国会议员他们都有可能哈，因为看这个党主席不爽，就联合起来投票来罢免党魁，换掉党魁，也就是换掉总理呀。因这套吼，所以讲造成了澳洲啊。还有那个陆克文当九十天的总理就下台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背离了民意，所以说哈、哦，国会议员一起起来把他换掉。啊，这套哈、哦，我刚刚哦，真好呢，只要背离民意的话哈、哦，马上把党国会议员组织起来，马上把党主席哈、哦、换掉。这叫做哈、哦、互庇，这叫做哈、哦。政变，民主国家的政变，就是安尼，澳洲是这样干的。像即马啦，咱的上个叫基本台派的名义吼，对蔡英文这个跋歹叫的内场吼，就袂爽啊！所有的国会议员全部联合起来罢免吼，换掉党主席，这样就搞定了。现在吼，现在国会议员吼变成，那你发现的议员本土的议员吼，说打拢变这吼。就塞人了，说都台湾变成 A 告了，夭壽了啊！背离民意，很显然的，他是非常背离民意，还是造成让他干的哦。甚至于哈，我刚刚所讲的蔡英文的博士论文，他那个博士证书是不是买的？我们可以拜托咱乡亲哈，在英国遐诶，看英国 LSE。伦敦政经学院有熟的，去教务处调他的成绩单、啊、因为哈、哦，每一间大学，伊那博士论文哈、哦，
博士论文哈，那规定你四年的博士学习修习的过程，你必须要修满82学分、100个学分嘛。哦，啊你当家的所谓成绩单，一定都永远保留了，一定会永远保留了。我即马翻头倒去我的迄落军校去调我的成绩单，拢有，拢有，一定查得到。啊，你甲那有人有才调去甲，拜托咱乡亲啦，有才调去甲。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图书的那个教务处的陈蔡英文的成绩单调出来，英修40个学分，博士论文占8个学分，他根本博士论文的成绩就没有嘛，他根本没有办法毕业嘛。哎，阿姨，请咱好破除证书，咩？哇，这声大条啊，这个标准的 scandal。但是吼，西方社会吼对这个最重视的啦，咱东方社会吼。对政治人物做出了盲目的崇拜，因为儒家思想嘛，中国，咱台湾吼、哦，这新兴的民族啦，哦，啊，吸收了中华民国，就是蒋介石的中共吼、哦、的影响，啊，所以说我们的选举总统的办法，哦，什么什么，然后还有包括吼、哦、对政治人物的盲目崇拜吼、哦，这是最严重的代志啊，政治只不说。只不过哈、哦，是权力大饼的互相争夺了。啊，恁个政敌动作哈、哦，哎，黄祸的争吵那是笑死人啊！以上哈、哦，是我提出哈、哦，台湾的总统选举，未使乎你安尼一算到以后，素材你已经低了，提出一个改修正的办法，去参考2009国会议员的多数党当的党魁。当党主席的党主席哈，当总理，哦，干不好跟民意脱节，所有的国会议员就起来罢免换掉这个总理，哦，你只要偏离民意哈，哎，一看今天晚上马上发动党主席的重新选举，哦，国会议员50个公共的，大概这边6个8个嘛，6个8个在公共的出来嘿换掉哈党主席，换掉党主席，同时呢总理就换人了。澳洲是安尼啊，但是澳洲最近有改，工党也有改，伊讲吼，唔像国会议员会当做这个代志，国会议员占50%，全国的所有党员的选举，哦，占50%，有修改，啊，咱会当参考。咱台湾是一个90分的国家呢，世界上竞争力排名第13名的高水准的国家呢，咱去参考迄个30分的选举方式，这是我以上吼。是我曾淼红曾教授，台湾独立党的主席，针对哈，咱的总统选举的 stagnant 迟滞不动，无法进化，提出我的解决的 approach 的方法。第二，拜托咱乡亲，哈，看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有识的，哈。去把蔡英文在该校博士修习过程的成绩单调出来，内底伊学分、背学分，伊有退无？那有退，哎，可能他有博士考试了，只不过写得太烂，啊，不敢给大家看，啊，那我们就吼、哦、原谅他，因为学术界无迄个代志，学术界无迄个讲哦，他有证书，他有博士论文的名称，没有指导教授，没有 abstract。摘要的没那代志啊！真正我提博士的吼，我知迄个博士论文的那个修习过程哦，相当严谨的。你只要跟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起任何冲突，没有依照他的意思的话，你就 get out 西欧那那呢？哦，以上是我曾淼红曾教授，台湾独立党的主席，跟咱乡亲交换知识。好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